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人生从经历主和主的爱开始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讲到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这一条就是我们一生所走的路。我们有灵，而且已经重生，可以不断经历和认识神。我们所走的路是从亲近主，不断经历祂的爱，给祂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以致到更加认识祂。这样我们自然会投入祂的心意，同埋会不断追求。弟兄姊妹，最近帮大家呢就可以话好圣经咁啊，喺神嘅殿嗰度思想，即係神嘅爱。当然我哋嘅殿唔系物质嘅殿，就系、是、神嘅家，就系、是、教会。咁我呢就都讲过呢，我一生走嗰路呢，其实根本都好简单嘅。但我真係深深经历，真係只有条路先行得通啊。我睇呢个约翰一书第四章。可以话我一生都系走喺呢条路上。咁就算我未够认识呢，实际根本呢就系、是、神佢系佢只带我走条路嘅。我经历佢爱啦，所以我爱返佢。其实初信呢已经系当然都可以话冇乜冇人教我点样亲近主。但呢我初信就已经系就深深经历佢爱。咁就跌去我的心。就呢份爱呢，就呢经历啦，就到而家都系有帮助嘅。即系咁影响我的生。所以系从爱度开始，喺经历佢同一份爱开始，我人生就咁啊。所以我从第一日信主呢已经系好深经历佢。我人生系咁开始嘅。咁使我成为一个亲近佢就系爱佢人，系初信佢亲自带我，所以冇人带我教导我呢啲嘢，我只喺度继续认识佢爱到今日。我知道咧系冇穷尽噶，实际上你从我诗歌你都可以睇到一进程嘅，真系太宝贵，佢真，佢救咗我一生，唔系净系救咗我落地狱啊！所谓到天堂咁样，因为佢份爱，我今日就算我系得救啦，如果我唔系爱佢啦，冇意义噶嘛，我只能感谢佢。从初信就咁样，如果我唔系爱翻佢咧，我根本啲日子失去，佢救咗我一生。我讲你最重要就系去深经历佢。咁當然啦，咁你點心見佢？咁我覺得親近佢係好重要啊，因為先講一句話咧，我係親近佢，佢就必啊親近我哋。你好唔好咧？咁當然啦，過去嗰度唔夠認識啫，我唔係咁識親近佢，佢親近我，咁呢個完全係恩典啦。我佢用我愛嘅顯現吸引咗我。咁啊，從我初信已經係愛上咗牙哥書，咁直到今日冇比嘅。因为这个是他的心，他帮我一份全部入最深的关系，爱的关系。咁从这份爱呢就影响我成个人生。想我成个人生的意义就是真理。这个真理的我们是高峰来的。真理不是那么复杂的。神就是爱。我入到他心爱的心底里面。但是他爱是那么简单，是爱，但是他爱你認識佢係有深淺，亦都影響你有深淺嘅。總之太美麗，佢愛太美麗，言語無法表達到嘅個味道，你可以嘗到。寶貴我有個靈咧，去經歷佢嘅，我咪淨有五官經歷物質啲嘢。神係個靈，佢話佢自己做我哋，佢做人咧，是一個最榮耀嘅特點，就係、是、我哋。有靈，所以聖經上咧睇詩篇咧，有時咧講到咧，佢講我嘅榮耀，咁但係中文有時就將個細字講係原文作，實際上咧，即係個靈係榮
我哋最荣耀啊，根本就，因为你动物嚟啫嘛，最得高等啲动物，任你几高等动物都系嗰层次，但系动物冇灵噶。咁传道书讲，神将永远安置喺我哋心里面。嗱，呢个永远就系个灵啊，个灵系永远噶。神开始佢已经系要我哋帮佢永远相爱，有个永远嘅关系。我哋个灵系可以认识佢。嗱，譬如我啲诗歌，你向只牛唱，有冇作用咧？就算你唱得几好啊，咁唱我两只诗歌，佢都唔明噶。但我灵要苏醒过嚟，活过嚟。如果你未信嘅时候咧，虽然你有灵，灵有啲嘢首先认识，咁先系得救。咁你重生咗咧，你嘅灵先恢复翻正常，就佢住喺里面啊，开你眼睛。如果唔系，就算你未信，你虽然有灵，但系灵系点啊？只话个死喺罪恶过犯中，你个灵根本唔正常嘅，住系帮神隔绝咗。所以咧，有啲嘢明唔到噶，只系属血气嘅人唔能够明白嗰啲属灵嘅事。但神都俾你要明白嗰啲咧，使得救嗰啲，好宝贵。所以我灵系死喺罪恶过程中，帮我隔住咗。但系佢都就成日开眼睛，使我认识个福音。咁得救之后就唔同晒啦，直情去咗新世界，重生，好似鸡爆出嚟喺个蛋度。好似一个新嘅世界，唔系坐喺蛋壳里边嗰个小小世界，所以我哋只眼开咗啦，我入到奇妙光明，我眼开咗，我哋活喺嗰个真相里面，唔单止物质嘅，我哋正经到属灵嘅时代啦，实两样都系真噶，我活喺全面嘅真相里面，我眼开咗，我入到神嘅国里面，命唔重生，唔能够进入神嘅国。唔能经历神嘅国，嗱好宝贵。你又明白我所讲嘅信息啦，睇到你个人系唔同咗噶，系重生咗，真系两种人嚟噶，只有两种人嘅就世上。你只生咗一次，即系爸爸妈妈生你，因为你系重新生。我有两个生日，一个就系43年，我嘅人出世；第二个咧59年。我嗰晚接受主做我救主啦，一重生你都系永远，我只能感恩，因为未够认识佢就向我爱嘅显现。咁但系咧有两条路噶，咁我呢个蒙恩我冇讲，只有感恩。我当然而家知道啦，佢使我唔使嘥时间初信之后。咁后来当知道系主要拣选咗我，托付咗，亦都系将佢亲近佢个路，佢份爱咧传俾世界，属佢嘅人，使世界我最多人爱翻佢。咁爱翻嘅时候咧，你自动都会投入佢生命里面噶嘛，咁样出嚟噶个自在，同你会追求噶嘛，你想帮最多人噶嘛。我人生是这样出来的，一生功效是从心发出，想一个经历他他份爱的心发出，先影响到你，先又再影响你接触的人，那些人也都会一起影响出去，大家一起完成神的心意。